前在白墙艺术大赏以电影阴影下的她，勇夺最佳新人的女演员金诗恩，现在在 IG 上传了与 IU 的互动影片。只见影片中两人互相用恭敬的手比向对方，还不小心笑了出来。当看到 IU 比耶时，金诗恩也马上跟着比，一直跟着偶像换动作的样子，真的超级可爱。反观台湾网红茉莉，日前因抓着 IU 不放而闹上韩国新闻的事件，明明都是追星，但画风却截然不同了。